这种的火，大不调，大片的森林就如大乾坤的肺部。我们要依在这一块土地上的肺部被伤了，我们的大环境呢，生态呢也很大伤害。不要以为呢火没有烧到自己的家。 现在已经呢烧到了人居聚居的地方，还可以不提高警觉吗？是要真正的要提高警觉。看到那个火离人家那么近啊，真正的要好好提高警觉。还有地呢，看看墨西哥，现在。 这个时候，墨西哥的瓷器人还在外面呐，在勘灾，还在核对。我们要发放的对象看到了，穷又灾，向来的环境就不富有，现在呢，已经。 这么严重的灾情，看，这就是大自然的威力。而且呢，我们所住的很多的国家板块呢，都是活跃的，都是动的，不是安尼点点滴滴的呢。我们的感觉好像点点，它就是在行运中。 陆地本来是合在一起，现在变成了许许多多分开的，隔了海洋等等啦，小小岛啦，都一直啊分分合合啦，这都是要经过呢几百年、几千年、上亿年的等时间，这不断累积的这样的。 的变动，我们呢，因为我们的人间的寿命不长，所以呢，无法去体会到佛陀所说的，就已经跟我们啊一概都说尽了。这种天长地久啊，而且呢，分分合合啦，都是在行运中，佛经来的五蕴。 五蕴呐、啊，其中的行运就是不管是大地的，哎，不断的进行，在变动。我们的人的身体生命不断的新陈代谢，让我们呢从小变大，从大变壮，从壮呢变老。 一直到最后，这都是在无形中啊，在行运中，在时间空间呐、啊，没有丝毫的停歇过。所以，我们要去计较时间多少，不如呢回归在自己，把握时间。 发现了、啊，真道理。该做，我们就要赶快做，因为呢，生命不等我们，生命永远都不等待了。给你的机会，也只是呢，这样在分秒间的那一念，对的时间，对的念头，一对起来呢，把握。 我们就开始身体力行，你对的事情你去做啦，永远铭刻于心。曾也稍微提起这阿富汗，将近20年前，慈济人踏在那样的地方。 看到了。
要去的过程历尽了险象，很辛苦，很危险，拼人命啊，都是为了那一群苦难人，又穷又病又缺乏吃粮，为了要运送呢物资药品，在这一架飞机的上面呢，讲呢千疮百孔啊，他们还乘了这一台飞机，空中啊运送了那么多的药物要到那里去，在空中啊，看到了地面呢，那锅下跑了，向着天空。他们就说是要保人安全，啊，是要保这些物件安全。宁可呢，物件保安全。大家七个人，才有四五顶的迄个降落伞，所以还是呢，保这样的物资的命啊。你看到那个时候啊，把自己的命呢很淡化，为了救人的这一些物资呢，他就是要把这样的物资让他可以安全降落在那个地方。他们去了几次了，看到了地上在生活中的人很不舍啊，你看到了那孩子，我会因那些家庭，那一群孩子，你看着都很不舍。孩子呢，三米个在天津，三米个在文化，历尽沧桑，这是一念金星，苦不堪。看看，人因安尼嘛是伫咧人生嘛是伫咧生活，真的是苦不堪呐、啊。这样的环境呢，我们不去谁去啊？救灾的活动一次再一次，明知当地是那样的危险辛苦、啊、这都是历史，都是呢他们走过的心地风光的人，真是这就是要去走才能体会。成语也说过啊，灾啦灾啦，相信啊，不相信，相信啊，相信啊。各位菩萨，当然一定要相信，活生生的人去，活生生的回来，他在细说的，你能不相信吗？凡夫走过的路，回来细说的，我们不得不相信，何况佛陀，佛陀说的话，虽然时间是很遥远呐、啊，我们能不相信吗？师贤他们走过的路，你没有去过，你就体会不到，能这样吗？假如是我看到，我200%，我相信。我200%呢体会到人伤我痛，人苦我悲，是苦不堪。现在的阿富汗呢有没有好一点？没有，它是长期间的人祸。所以我们常说未断恶的另受断，就是呢，在人世间里啦，我们尽量呢，把握时间净化人心。我们要看透人间，所以要把握当下，及时好好的进行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生命中的版图要把它扩大。无不增不起，但是呢，生命中呢、啊，会容纳很多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呢，
可以在无数人的小乾坤中都有你，这才是呢真正的生命价值。